吃排骨吧，香肠十块。一样那个吗？还是拿两根排骨吧。嗯，要的。要吗？你要吗？我吃香肠，是那四川香肠。哎，对，四川的。嗯，好。嗯，那就一个香肠，一个排骨，我扫这个二维码。可以。可以扫。我们来了500，花的一分都没了。这里景区好贵啊。这是项目多贼的。嗯，对，里面很多项目都是坐车给坐没了。这边还有个缩缩板，快走缩缩板下去啊！怎么是缩缩板呢？可以走路，可以滑下去。走在里面滑。能滑多远啊？这个滑400多米。他说可以滑400多米啊，要多少钱啊？这个20。20啊？能滑到下去吗？肯定滑得下去的。就不走路了？要滑吗？你滑吗？坐那个滑滑板，坐一个人还是坐两个人啊？哪边看一下，你可以去看几个人。一个人一条滑板。嗯，看看。我一看。哇，这个是哎，这个危不危险啊？不危险，慢慢滑的，慢慢个人控制。还可以控制啊？啊。20块一个人，要不要滑？不滑吧，我们走下去吧。走要走多久啊？走27、28分钟到关了。走20多分钟。就是我们看那个粉楼是吧？哎，对。你要开始到南门必须过关了。哎，我让给你留一些。还有手套。算了吧，走路走。嗯，那就走。你怎么啃了就剩一点点了耶？又跟你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啃完了。来，还有你的香肠，你吃吧。你的四川香肠。四川的香肠很好吃，试一下。好，试一下。我试试吧。嗯。好吃吗？是麻辣的吗？嗯。你是想吃很多吗？故意假装。嗯，是麻辣的。是。他下班了。来。两个人20了，本来两个人40了。先吃不完先哈。这里可以微信还好。没试过哎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就绑在你腰上，会不会滑不动啊？哦，是包着屁股。嗯。戴手套，交了，交了，交了，可以下去啊！哎，手抓住啊！哦、你等一下吧，滑慢一点，来坐坐。这个可以自己控制。你他一个人，你两个，你挨着他。挨着他，挨着他。挨着我、啊。我挨着他去，拿好哦，看拿坏了哦。我叫他你挨着，给他一个。给我。哦，就给他一个。对。那个脚，把这个包，走了，美女，把这个包，包包顺前面去，走了，好快呀、啊，手抓住啊，走，哎呦，好快呀、啊，哇，这20块花的最爽了，哎呦，啊，现金到现在一分都没有了。嗯。还刚刚吃了那什么排骨跟那个什么。对。我们本来走路的，他又给我们打了个5折。对。快下班了，给我们打5折。还可以哈，还有那么多。嗯。要去走关楼哈。对，他说
去北门南门都是要走那个关楼。怎么了？吃的那两根香肠吗？吃的那两根香肠在这里呀、啊。哦。来，先不拿相机吧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